开一个炉膛，盛满枣木的烟花，看时钟的指针慢慢转圈，知道空气中都弥漫着肉汁的鲜香。新年是为了跟家人团圆，享受一年里真正应该放松的那一刻，是为了和许久没见的亲人们唠一唠家常，是为了趁着氛围正好把筷子伸到那上冒着热气的菜肴里。中国人究竟为什么要过年呢？也许你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在火车站的人流中，在觥筹交错的餐桌上，在言不由衷的祝福里，每个人都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吧。匆忙的脚步声，踩着雨点落到地上的那一瞬间，噼里啪啦，居然也有些鞭炮的意味儿。过年期间的上海已有些空荡荡了，唯有家家门口挂着的红灯笼，窗上贴着的红窗花，堆在一处才淡淡的有些年味儿。气作喧哗，众宾欢也，饮酒乐甚，口杯歌之。若问年味最浓的地方，定是那些年夜饭桌上了。暖调的灯光，喜庆的音乐，红色的挂饰，无一不是在肯定着这一点。新年呐，它确实是来了。我个个都吃，还是不如自家屋里烧好。我烧眼菜，大家一道吃，有实惠。有经济，到这来吃，我总觉着没一个年味。爸，衲身体啊越来越不好了，衲来每年到衲这来吃么子，衲要弄一天，阿拉跑脱衲要再收足。哎，吃不消，吃不消。现在阿拉生活条件介好，搿能介做么子用勿着多少钞票的呀，对伐？我觉着，只要一家门辣辣一道，勿管辣何里搭，屋里向也好，饭局也好，我觉着侪是过年。喏，侬没孙子，今年侬告诉阿爷。今年过年开心吧？我也有红包吧？这个小妞就是要红包，哎呀，老早给侬准备好了，喏。我觉着有红包就祝福你了。爸，侬看啊，衲媳妇国外工作了一年，到过年了，一定就要回来。嗯，那么就听侬啊。来来来，我一家门过年，来来来，阿拉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哦，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新年好，新年好。但当宾客散尽，偌大的餐厅便显得有些冷清了。虽灯火犹在，却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对于这些人来说，过年是没有家人陪伴的。我是从外地过来的，现在也算是一个新的上海人，就是说从事餐饮嘛，也做了20多年了。嗯，刚进入餐饮的时候觉得自己也真的很辛苦，特别是到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家，因为家人都在家里面过年，但是自己做餐饮这个行业嘛，没办法回家过年，只有打个电话回去跟家人报个平安。其实心里面眼泪就在眼睛里面，但是还想着哎，不要给家人过年增加不好的心情了，啊，还是强忍的眼泪跟家里报平安了。但是在上海这边嘛，刚做餐饮的时候觉得哎呦，人看见每一批批客人一家家人在一起欢声笑语，同时也感受着
哎，这份喜悦。但另一方面嘛，脑子想的家里人到底在过年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也应该也是欢声笑语的啊。然后慢慢的嘛，也就一直做到今天餐饮这个行业。嗯，现在下面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也是叫每年到这个过年的时间啊，小朋友都急着想要回家，这种回家的心情啊都能体会。但是作为餐饮人嘛，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店每年都是正常营业的，必须要有人在这边去上班工作，所以我们也在做大量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来感受，就是说不回家，在店里面一样体会到，就是说过年的氛围气氛，包括我们店里面的布置啊，也是就是说按照过年，每年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布置的，就是说年份比较浓郁的这种年份气息，包括客人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跟员工讲的理念也是，就是说，哎，你不在家过年，看着大家跟我们的客户开开心心在过年，你也可以乐在其中，是不是？所以说这边，小朋友们就是说也比较能接受，所以平时我们关注的就是，哎，过年的时候尽量给家里面孩子多打一点电话，啊，多问一声好。洗菜、切菜，这对于他们已经成了每天的稀松平常。哪怕是从大年初一直到正月十五，这些终日与水和刀锋为伴的画面仍然不会有改变。最近几天特别忙，有年会，有家庭聚餐，有朋友请吃饭，我和大伙们这个团队一起为我们的顾客准备可口的佳肴美味，包括现在我们这大厨，现在都是连连慢了，还在楼道在烧菜，还有为在客人在服务，客人吃得好，喝得开心，我们心里面也很开心，我们尽最大努力，用真诚，用真心，用最好的原材料，最美味的佳肴来呈现给客人。尽管每天都在和火打交道，他们的心里仍有一丝孤单和冷清，他们牢牢记着制作每一道佳肴的工序，也深深想念着那些在远方的家人。我来自安徽。我来自辽宁。我来自于山西太原。我来自河南。安徽合肥。山西晋城。19年没在家过年，有20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其实我也挺想家的，很想念我的父亲，很想念家人，有一点那种就是想很想家很想家的感觉。煎、炸、煮、蒸，大火爆炒，小火慢熬，松鼠桂鱼，上汤芦笋，五香手撕鸡，汤汁沥尽，百味共济，盛装出炉。他们擦拭额头外渗的汗水，绷紧手臂疲累的肌肉，只为丰盛宾客的盛宴装点他人的新年。他们的希冀就是这些佳肴可以代替他们感受一下饭堂里温暖浓情的打光，感受一下觥筹交错放住盘空间的欢愉，感受家人和睦亲朋满座的幸福。这些馔玉吹金水陆必沉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是整个厨房中所有人合理分工通力合作的成果。就在这热腾腾的后厨，
所有人凝成了一个集体，更添了一份家的温暖。我们选择了厨房，选择了做厨师，更多的是喜欢爱好，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对家庭的一种责任，啊，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今天又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今天是过年，今年怎么说呢，又没有回家，但是在这边还是一样感受很开心，我很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在一起过年，我们老板年三十晚上也给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发红包。年关这几天，大家每天在一块儿都是很开心，吃饭的，然后还有玩闹，当然还有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帮助。我感觉给我这次的经历是很愉快的，这一次的打工经历。我想对我的父母说，等明年，然后我可以回家的时候一起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年，在一起吃个家园饭，自己攒钱买一台相机，然后开学以后可以学一些摄影。在过好年之后，我希望有空余的时间自己或者是和同事一起到外地去旅游，让自己放松一下，开开心心的玩一下。因为年前一直到过年年三十基本上也没有时间在家陪家人，所以年后抽个空档的时间陪着孩子在家里面聚餐。每年的这一天，爆竹声伴随着欢笑一起在夜空里绽放。每当李谷一的歌声响起，每当新年的钟声回荡，每当温暖的灯光再次点亮家家户户，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似是也有什么东西被唤醒。那是一种执念，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想念，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魂。无论身在何处，只要看到街上挂着大红灯笼，只要听见路边放着新年歌曲，只要在群里抢到几块钱的红包，心里的那种魂重又被点燃。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没有回家，却仍能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独属中国年的温暖和喜悦，是因为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那红灯笼就是家，那中国节就是家，那窗花就是家，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归属感。逢佳节倍思亲，在怎样孤苦的时候，忽地听到身后一声巨响和欢呼声，循声望去，看见夜空中绽开了无数朵色彩缤纷的烟花，就想着远方的家人会不会也正看着烟花拍手笑着，不知不觉嘴角也慢慢上扬了。只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只因为正在过中国节，只因为有了那种归属的感觉，就不会感到孤单，就会被浓浓的年味儿紧紧包裹住了。